去，酒也带来了，兄弟，今天晚上就把这些红酒喝完啊。那酒不够啊，不够，没事，花钱酒多得很。叔叔，好，哎，欢迎，走，去，阿姨也来了啊，生日快乐，哎，谢谢阿姨，生日快乐，王小兄，哎，谢谢阿姐，谢谢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，啊，祝你们，哎，那个什么，越长越瘦。老爸生日快乐！哦，谢谢、啊。祝你红红火火。啊，还有呢？然后顺利来。还有呢？没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小子，快进去，那个进去。另一半咱给我拿的啊？啊？你也把咱给我的？生日快乐！哎，谢谢我小妹。哎，老胡也来了。进。我大姐呢？在后面，很快就到，在这等等她。我明天进去，我在这接着。好，我等我大姐。大姐还没到。大姐还没到呢。等一下。那个，他还处理着呢。你要处理呢？你跟我开什么玩笑？还处理？这小事是不用处理，直接吃饭就行了。给我吧。好嘞。来了。三桌吧，那个圆桌给人定了。乖乖来，大桌没了。小张还是团团？啊，大桌没了。小张还是团团？这好不好看？这酒店喜宴吗？今天吃？啊，富丽堂皇啊！三桌。来了吗？来，请坐，请坐，去。阿姨，我姐夫也来了，我的妈呀！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带孩子出去逛街了。没事，理解，这大过年的，你们俩百忙之中抽出来这个时间来给弟弟庆生。我祝我弟弟长命百岁。谢谢大姐。我祝我弟弟财源滚滚。谢谢大姐。我祝我弟弟还有啥我一说啊？新年快乐。十九了，下来。你们不是最后一个，还有没来的？还有没来了？那个修理员到现在还没到呢。舅舅生日快乐！哎呀，我大外甥最乖了，你呢？舅舅生日快乐！好，等到过年了，舅舅来发红包，今天不能发啊。富比南山，不如东海。阿姨，欢迎光临。快进去坐吧，来。姐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啊，就在这句话呢。身体健康。好，去吧，进去坐，快点，你玩你的。走啊，燕子。快进去。快！来，我还有我们这个千羽，来，千羽，舅舅生日快乐！不用了，这，快进去。舅子，哎，天天当新郎官，好的，不，花新娘，放屁！老爸今天高兴，把他珍藏的那个什么珍藏老舅啊，珍藏老舅都拿过来了，里面已经坐满了三桌。我还有两个兄弟还没有到，这基本上全来齐了，这个怎么弄啊？我打个电话催一下子。这大过年的都忙啊，都现在打电话都在送礼。兄弟，欢迎光临啊！快点哎，这桌的蛋糕拿过来啊！好，给你得有二十斤。好厉害！
谢了，坐，坐。然后那个脸部有光泽，太会说话了，谁用了？不是三个月吗？是真的，三个月，当年那不长腿吗？差不多的。当年那不是摔了？他是亲戚。那你家啥亲戚啊？啊？那你家啥亲戚啊？就现在人吗？这是我发小，小时候穿一条裤子长大的。我咋不知道呢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大姐，你出门打工的早，当时，当时我一个人在家里面。沈总的，沈总，王振伟。这干啥呢？今天是我的好日子，很开心哦。分到啥子嘛？开心吗？开心。啊，来，给我带上妈妈来。今天是我生我这不是的，这个坏了，他们拿一个。就这样吧。还有。什么你的头太大了，套不住吗？生日快乐啊！啊！这边能不能收留我们一下？来！我们家那个小尾巴。现在人家那边补呢，啥的。啊？哇，还有红的呢！啊！20多少年呢？几八年的啊？拉菲啊？八二年的拉菲。对吧？是长一点。不说这是谁送的？这是作为王一龙的。这是谁送的？王一龙，这你的。今天晚上咱抱回去，这两个别动，这两个不吃了啊，这两个留着给王一龙吃。我们就吃下面这个。我去买毛穿干净什么？我们就吃下面这个。哦。上面这个留给你。啊。那下面这两个留给你。你就看四，我跟你说上面。这是龙哥。一路，老妈一路，一路长虹啊，这一路直好，大过年的，一路直好，一路长虹啊，一路长虹，啊，四老妈，什么四四送金啊？老妈，你看着我，我是你亲生的吗？捡来的，是吧？是亲生的，捡来的，那也不能一路长虹啊。先说两句哈，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生日 party 啊，这个。啊，这边有麦克风，你拿着喊。啊，祝各位帅哥哦，美女越长越漂亮，帅哥身体越来越强壮。好吃吧。哇，你在干啥？没人喝饮料吗？喝饮料。我们还有两个发小没来，我们几个就等哈。今天是你生日啊？今天是我生日啊。哎，不对啊，哎，我们以前他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们没有那个吧？你不知道我生日吗？哎，我记得以前他过小生日的时候，在他们家给你带了举办过。对，我知道喊的啥子？啊，就是喊你。喊的。嗯。你原来是不是都找林子？去哪找林子呢？嗯。是的。干嘛了你？你要干嘛？穿生日裤呀！我干嘛？过生日了呀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！许了啊！许了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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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上菜了，我弄进煮腊饼去。哎，下腊肉，腊一桌，腊一桌，哎，腊一桌。嗯。好了。别紧张，别紧张，来，生日快乐啊！谢谢。还有生日搞啥呢？谢谢，祝你生日快乐！你们呢？越长越帅，祝你让欧越来越帅，横向发展。明年抱个闺女，后年买个别墅，大后年开辆劳斯莱斯。越帅越发言。这闺女知道我接了，老咱生日快乐！发言啊，不聊。
哎呀，好啊，谢谢大家啊！好了半天了，那那个现在在百忙之中抽出了个闲时间来参加我的生日 party 啊！对对对，祝那是必须的。好，谢谢大家啊！快快快快快！哇，老妈，爸，对。我没我妈，我没我妈。嗯，拜拜拜拜拜拜拜，等一等我在那挂挂的。来了吗，兄弟？来了。在哪里嘛，就在那。啊，对面看哪里过去？恭喜龙哥祝生日快乐！来来来，这不要花的一瓶酒了，快点快点！飞哥，飞哥，你们俩迟到了，只罚三杯吧。啊？三杯能解决吗？啊？三杯能解决吗？那一瓶。可以。治罚吧，你看，你看这一桌子都吃过了，我们这桌还没开动。这边是给我治罚的哟。这个治罚吧，来来开席吧。好几个啊！龙哥，龙哥坐，快，快快快快，嗯。刘刘总吗？大驾光临啊，好久不见。龙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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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妈，你看他们都喜欢吃这个菜。你不管不是，我不是不管，我是哪里尝尝我们大观营的特产，好好吃。尝一下吧，大观营的特产可好吃了，一下高蛋白的东西，你尝一下，看好不好吃。咋样？多少种？什么？多少种？多少种？阿姨，这个我什么观营叫豆丹？很鲜美，这个我们那方就不叫豆丹了，叫叫猪耳虫。猪耳虫，阿姨吃过吗？这个吃过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就跟鸡蛋一样，其实，哎，是吧？去那边玩。哦，不要。确实，我就是就打退堂鼓了，还是。我来不到就管，我穿地毯桌了，我走了，穿地毯桌了，我不好意思。走了，地毯桌。多少多少点？助理越长越帅，越受男女孩喜爱。哎呀，来祝我们友谊长存啊！龙哥，叶总们一起，天天当新娘，这句话就逃不过了。对，刚刚我说我就是天天当新娘，是吧？那你直接当新娘，那真可以。多吃点啊！南哥，明哥，明哥，伟哥，伟哥，没打我，多龙哥你尿了。谢谢你们那个到来。多吃点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明天去我家，去我家团年了。天啊！天哪！我什么都不工资赶不上。中午咋干一滴弄吧？没那么着急。中午赶不上了吧？一两点没了。啊，几秒吧？一两点吧，赶不上我们就一两点。明天还有吃吗？这过年是长肉的节奏吗？团年嘛，你干脆大年三十挺好了。我们也省得在家做了。大年三十，其实有一句话怎么说？过年是干嘛的？就是回来吃吃喝喝，知道吧？聚不到一块堆。对对对对。难得聚嘛。大年好的，让你们尝尝我们的川菜。我答应你，明天我亲自下厨川菜。那就不正宗了。你要亲自下厨的话，我觉得什么意思？那还有川菜吗？还是龙哥吧，要不？笑死我了！江苏的川菜，山寨版的。